男的60，女的55，因为一结婚就有退休金，不用上班，不用生孩子，大概率没有婆媳关系，不用买车买房，天天就是玩儿。哎，最主要的是，一结婚就白头偕老。如果你还是冷，那你就去上网，那里有百度。如果我还是冷呢？那你就在原地转一圈，那就有360度了。如果我还是很冷呢？那就回床上去吧。床上有多少度啊？梦里寻他千百度，你要几度就几度。